今天的追踪第一线，我们要来看到是面临下行风险的大陆经济。那么重要的会议能不能有更多的刺激消息？这是大陆全国人大将在11月4号到8号举行。所以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了，许多的投资人将这次的会议视为宣布更多刺激大陆经济措施的机会。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GBBS 驻深圳特派记者陈尚如。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的会议将于11月4号到8号举行，市场将这一次备受期待的会议视为宣布更多的刺激措施以提振经济的关键窗口。大陆财政部长蔡志岑表示，财政部将要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并且要加大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减轻地方化解债务的压力。也还有消息人士他们就指出了，大陆计划在未来的三年发行总值超过人民币6兆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财政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的复苏，融资所得部分资金也会帮助地方的政府解决债务。刚刚向如提到的就是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另外一起事件也引起关注哦，就是在大陆有一名现役军人，他的太太同居被查获，那么最终呢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为了让军人没有后顾之忧，其实大陆刑法当中名列破坏军婚罪，特别保障军人的婚姻。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向如。根据大陆刑法的规定，介入军人婚姻的男子最重可以被判刑三年。今年三月份，一名男子他明知女子是军人的配偶，却仍然和他同居。五月底，军人先生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以后启动了涉军类案件专人办理提前介入机制，让案件很快得以侦破，男子认罪认罚。在大陆，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的婚姻关系不同于普通家庭。现役军人他们坚守了守家卫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神圣职责，因此大陆对于军人的婚姻家庭破坏者认为他们是严重侵害了军人的权益，也影响军队安全稳定和国家国防利益。因此为了维护军人的安定幸福的小家庭，保护社会稳定的大家庭，近日这一起破坏军婚案已经重重量刑。再者，根据大陆刑法第259条，破坏军婚罪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是结婚的，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